起来发言一下，有吗？一日班长是不是？来，再给我一支麦克风，先由你代表大家跟大家。你们今天来有什么样子的任务呢？今天当然是要让大家就是可以更认识我们新开的这家店，我的摩曼顿，然后让大家之后呢，如果有任何需要都要记得要来到这里。对，没错。那么过去呢，我们知道 Lamin Girls 应该平常都有在练舞，对不对？或者是有在运动嘛？对。所以你们呢？最值得信赖的这个舞场，然后跟所有球迷见面。对，而且其实有很多人啊，平常能看到你们非常开心，想要跟你们做近距离的接触互动都很困难呢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在球场的时候也是会有很多机会可以跟大家做互动，所以就是除了在今天大家来到这边，然后参加我们摩曼顿开幕之外，对，最希望的还是大家可以到球场来看我们，好不好？OK，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Lamin Girls 呢手上戴的这个手套有什么样子的意义，可不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？听说今天要送出我们的手套，是不是？你说手上的手套，就是对对，待会就是好像最后会送出去的样子。真的吗？什么样子的机会？还是我们把这个签名签在手套上面再送出去好了？好啊好啊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签上自己的大名，好不好？所以是签一只手还是两只手？两只好了，好好好，没问题。那待会呢，我们就请工作人员来帮我们拿一支签字笔喽。还没，只手有一点时间哈。好，那么我们在这边呢，今天班长不是，你是一日班长还是值日生？忘记了。一日班长，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呼吁？呼吁啊！当然就是之后如果有任何需要，都一定要记得来到这里，就是我们摩曼顿的集合旗舰店。然后如果你们要支持球队的话，一定要记得支持 Lamin Girls。如果你喜欢啦啦队的话，一定要喜欢我们 Lamin Girls。如果你想要看球赛的时候，记得要到桃园青埔棒球场。是不是有一些人手上还有小礼物没有送出去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现在呢，每一位 Lamin Girls 手上都给他们一个小礼物。